阿佩老师，我们不想插这场，听得到对方，听不到了，我怕你听不到对方会落掉。OK 吗 ？OK， 好，好的，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可爱的女人曾俊文。哇，这个朋友，他有看出我是女生。不是，因为我前几天你知道我戴着安全帽去开会，因为我车上也会抛，上上也会抛锚，然后我就只能骑摩托车去台北开会，然后就包得紧紧，因为你知道爱情寒流啊，你知道爱情大溪啊，其他太远了，你疯了，那就是怪怪的，不然怎么会发专辑？发专辑就是一个疯人的举动啊，对啊，然后理解我理解理解吗 ？OK， 我也不希望你。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买烧麦。OK， 就我就点完之后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我就露出我漂亮，就是也不要说漂亮，我就露出我的脸了，因为我穿的很多嘛。他说：“来，我三个烧麦跟一个汤，弟弟好咯，对看。”因为貌似只有我点了三个烧麦，我就想他应该是这样，我说：“弟弟好咯，对看。”对看之后，他就这样，弟弟啊，妹妹。但是我必须讲，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眼睛很漂亮，不然他不会看到，然后才发现我是女生。他是觉得身体是认出你的曾俊文，应该不可能。我的歌迷应该没有到，没到那。对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眼睛太漂亮。你们觉得呢？对，对嘛，因为我上礼拜去割啊。我有讲吗？我有讲吗？好啦，不要闹。下一首歌，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唱。其实我必须讲，你们今天如果是来听一个专业的歌手不出错的话，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经典的歌，有太多的歌，有很多地方很难唱。比如说刚才周杰那个歌，我练团练了一个月，我到现在都搞错，到底是漂亮的让我心疼的，还是漂亮的让我面红的？我是坏坏的让我心疼的，还是坏坏的让我不爽的？我不知道。对。很难嘞，就是我以为我记好了，好，我就唱漂亮的让我心疼的，我怎么唱了下一句？就是很难嘞，很难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今天你是要一部出错的演出的话，你来错地方了。但我会尽量，因为我很努力，因为最近真的我们专辑在收尾，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挤出时间练团，所以也希望带给大家很棒的演出。现在就开始找台阶下，免得那边有人退票，很紧张。下一首歌呢？它有一个很难唱的地方。前几天呢，我在粉丝专页上泼了一个人的背影。Tank， 其实很明显是谁。这首歌下的时候，全部一起唱哦。如果没有人唱，这一段麻烦帮我录影，我要给那个人看。要是有人没有唱，就是我也不能怎么样。就是给那个歌手看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难过。全场朋友，先给我一个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唱了，你们就要唱哦。我先看。